虽然没能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，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是想要跟你说，是工作上的事。好，我希望你可以离职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要开除你。为什么要开除我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那你为什么要我离开？我知道在工作上不可以带私人的情感，但在工作之余我也很想好好放松一下，就像我跟陆克跟萱萱，我们偶尔也会聊聊天，不是像你这样什么事都公事公办公私分明的。我只是想要把这份工作做好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现在的态度会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很介意，所以我不想要你再当郑英杰的秘书，就单纯的当你的下班人就好了。只是想到要自己表现好，却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不过我会这么想要把这份事情做好，也是因为我想要待在你身边，跟你一起工作，这样我们才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相处。不然你这么忙，我们每天就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见面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不要难过了。那你可以不要开除我，让我继续当你的秘书吗？好，我怎么可能舍得开除你啊？谢谢你。
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失恋。啊？哦。我的心好痛，连呼吸都很困难。哥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？如果是失恋，竟然那么难过，还要借酒浇愁。不是啊，那不是你没用，是因为你变成熟了，你对待感情态度不再像以前那么随性，你用真心去爱人，所以才会这么痛啊。是这样吗？虽然这次结果没有很好，但是你也努力追求过了嘛，对方还是不喜欢，那你在哭过之后，就要学着放下，学着释怀，然后去祝福对方，这样你才可以重新找到快乐。可是我现在这样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放下。而且祝福也好难哦。哥，我好羡慕你哦。嗯。你可以跟夏曼安两情相悦，为什么我的爱情就那么难？不会啦，你放心。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懂你、真正喜欢你的女孩子。嗯，陪我老婆。好。不过，我就喝一杯啊。真的很伤心哦。对啊，我从小跟他认识到现在，看他把过那么多个妹，但是就这一次，我看他的反应跟表情，就觉得整个心都沦陷。唉，难得可以遇到一个不是玩咖的好女孩，结果是以悲剧收场。为什么那个女生不喜欢他？我觉得郑英谦人还蛮不错的啊。我也不知道哎，而且他自己失恋，明明心情就不好，可是他都没忘记关心我这些好朋友，他还送我跟曼安两个人顶级蜜月行程呢。嗯。哎呦，郑英谦这小子，虽然很爱开玩笑，又有点自恋，不过其实他人蛮善良的，他对朋友还有家人都很用心，只是感情这种事也没有办法勉强。好啦，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在他最需要人家陪的时候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就多陪陪他好了。走啦，跟我逛一下嘛。我想逛啊。你现在是生病了是不是？走走走，进去。欢迎光临 Queen Shop。小佩。姐，英谦，你们怎么会来啊？要找店长吗？他在仓库点货，我去叫他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今天是来买衣服的，我们自己逛逛就好了。好啊，那你们有事再叫我。好。哎呦，你要来买衣服，叫你朋友陪你就好啦，干嘛硬要拉着我一起来啊？我是叫我朋友陪我来啊，你不是我朋友吗？郑珠倩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。但是对付伤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走出家门去逛街晃一晃，反正我也要买参加曼安婚礼的衣服嘛，你就陪我一起逛嘛。我不想逛，也不想买啊。我又没有叫你逛，叫你买，
我是说叫你陪我逛，陪我买嘛。你就先不要想孙小姐了，把注意力转来这边，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啦。走啦。那是那天没有盘点到的衣服。哦，好。哎，两件。对，两件。好。拿回公司喽。好。哎，郑东宪，过来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随便啦。哦，夏曼丽，你干嘛？很痛哎。郑东宪，你振作一点好不好？只不过是失恋而已，你又不是没失恋过，哭一下、痛一下下就好了嘛。对啊。我又不是没失恋过，如果合得来的话就在一起，合不来的话就分开。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啊，多帅气，多洒脱。可是现在这样，一点也不洒脱，帅气不起来。你真的这么喜欢孙小姐啊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酒也喝过了，哭也哭过了，以为把伤心发泄完就可以放下，但是没想到一觉起来，眼睛张开之后还是放不下。可是你不是最近才发现喜欢他的吗？时间又不长，有这么痛啊？就是因为这样才更痛更难受。我的真心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已经萌芽了，但是我竟然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发现，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我还对他做了这么多愚蠢事。哎呦，今天呢，去保定百货公司，专心逛街啦，妈，在干嘛？姐在帮你配合一下。亲爱的，快点啦，帮我挑一件性感的洋装。你不是说我的锁骨最性感，你最喜欢了吗？啊？快点嘛！起了，在一起，他以为我们两个在一起。你赶快去追他，哦，快点快点，我赶快去跟他解释。快去快去，解释清楚啊！哎呦，心如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打怕啥？打怕是清楚一点嘛。我不是刺激他的意思吗？对不起啦。孙雨晴，孙雨晴，什么事？刚才的事，你不要误会。误会什么？
刚才那位，她叫夏曼丽，是夏曼安的姐姐。之前我跟你去逛家具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的好哥们就是她。哦，我看你跟你的好哥们都蛮亲密的嘛。妈妈会跟你撒娇。不是啦，我们平常真的不会这样子的，你相信我。那是他在开玩笑。我觉得你们很自然呢，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样子。真的啦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心如姐啊，她一定会帮我作证的。你跟我解释那么多的？没有啊，就怕你误会啊。那还有事情吗？没事了。再见。跑出来就是这样子而已。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大概什么时候拿来还啊？我到时候再来借。这样啊，我大概下星期拿来还。喂，曼恩，没有关系。你帮英杰做午餐就好，不用帮我带。我现在在图书馆借书，晚一点就回去了。嗯，好，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你刚刚电话中提到的曼安，他该不会姓夏吧？是啊。真巧，我是曼安的心理医师，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，又听到你提到英杰，所以才认出来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嗯。他最近好吗？嗯，很好啊，他们两个就快结婚了。真的啊？吃饱了？吃饱了。请进。你们猜猜看，我今天遇到谁啊？好，遇到谁了？嗨，好，肖医师啊，听说你们要结婚了，恭喜耶！哦，对啊，是我跟肖医师说的，要来参加我们婚礼哦。我跟曼安还在想找一天直接去你医院邀请你啊。对啊，你算是我失忆后第一个交到的朋友，意义很重要。既然那么重要，那就没有理由不参加啦。对了，你们怎么碰到的？哦，我刚在图书馆，然后跟肖医师拿到同一本书，然后你又刚好打来，就这样碰上了。所以你对那无国界医疗团还蛮有兴趣的。嗯，哎，对啊，你是秘书，怎么会对这个有兴趣啊？轩轩之前去看了无国界医生的摄影展，然后就很有兴趣，整天都在说。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护理背景，想说看能不能收集一些资讯，
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的？我当然有可以帮忙的啊！现在医疗团啊需要的是行政人员的协助，你当过秘书就是最好的人选。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医疗团的事啊？哦，我之前有待过类似的义诊团。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什么资讯的话，我们可以另外约时间聊。玛丽，玛丽，那天我们争论了以后，我很认真的想了想，其实你也是为了我好，只是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而已。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他为了当甜点师傅，已经跟家里闹了一次革命。现在好不容易要成功了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看到他最后什么都没有。其实我们两个之间除了观点不一样之外，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？还有哪里不一样啊？婚姻。我要的婚姻你可以给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娶你，跟你结婚。什么时候？随时都可以啊，就等你点头。但是我要的婚姻跟你要的是一样的吗？那你要的是怎样的婚姻啊？小机车坐起来是很有感觉没错，但是刮风下雨的时候怎么办？你等我啊，我要等多久？三年、五年还是十年？那时候我几岁了？好像的，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但是要我把未来交给一个什么都没有，甚至包了公车，存款就变成零的男生。这赌注太大了，我赌不起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婚姻是一辈子的，我说的当然是真的啊。那你之前为什么要给我机会啊？我是给你机会，那是因为我被你感动了。但是感动之后总要面对现实嘛。很抱歉，在现实的生活里，你并不在我的选择里。所以，你的感情也是有条件的。
一下子就好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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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哭不哭了。请进。英杰，你还在确认婚礼的事啊？哦，对啊，啊。那有没有时间听我们说几句话？有啊，有啊。英杰，你跟妈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，妈看了觉得很舍不得，也很心疼。还好，你们总算苦尽甘来，有了美满的结果了。看到你即将拥有自己的幸福，妈真的觉得很高兴，很开心。妈，爸，你们放心，我跟曼安会守护着彼此，不会让你们担心的。好。明天之后，你就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家了。我知道这是你一直很希望拥有的。现在希望实现了，恭喜你！谢谢爸。之后呢，你的家人不只有我们，还有你的妻子和孩子啊。嗯，要好好珍惜这些未来的家人。不要忘记我跟你说过的了，婚姻是要让你所选择的人开心幸福，它才会有意义啊！啊。我会的，我会好好保护我家，还有我家人，就像爸爸一直保护我们一样。能看到我儿子结婚成为一个丈夫，以后再成为一个父亲，我这个做爸爸的就满足了，值得了啊！爸，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一个家，还给了我这么多爱，让我有能力去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，还让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。能够当你们儿子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谢谢，能够你有你这个儿子，我们也很高兴。就会来迎娶了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跟你妈帮忙的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好。女儿真的大了耶，要嫁人了。突然觉得这里好酸哦。不是讲了吗？来给女儿祝福的嘛。你这样子弄得曼安都快哭了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，不能哭，要开心，要笑。我又没哭，我是真的很开心，只是还是舍不得嘛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等一下眼睛哭肿了，那怎么不见客人呢？大少爷啊，
一定会很疼你，也一定会对你很好。只是你要嫁人呢、啊，就会离开我们这里，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要去适应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以后你要有什么开心的事情，或是有不开心的事情，想要找人家讲，随时回来，问我，我跟你妈讲，都可以啊。干妈，祝福你找到好归宿，也相信你跟英杰一定会幸福一辈子。你不要忘了哦，这个家会在背后一直为你守候着，欢迎你随时回家看看，更希望英杰能常陪你回来。好，你们以后会常常回来，到时候你们不要嫌我们烦哦。傻孩子，哪有妈妈会嫌女儿回家烦的啦？就替我照顾她，你能给她，我给不了她的翅膀。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董事长，说过那么多次，别再这么拘谨的叫我董事长了嘛。这个称呼叫了这么多年了，都已经习惯了，要改啊，还真难呢、啊。两个孩子今天就要结婚了，是啊，你这称呼呢得改，今天就开始改，啊、哦，是董事长，啊，亲家。叫名字就好。我们家英杰呢，今天之后呢，就要叫你一声岳父了嘛。是啊，你就干脆你直接叫我永达吧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暂时先不勉强你了。不过以后不可以再叫错了啊啊。会场那么热闹，你干嘛也跑到这里来啊？好，我是刚刚看这个场面，心里面感触很深呐、啊。嫌孩子小的时候呢，就希望他们赶快长大；长大了，就希望他们赶紧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也都不需要父母的照顾跟保护了，也都有了能力创造自己的家庭。嗯，这说起来应该是令人开心的，可是我就是舍不得看到他们要成家了，我又希望他们能够留在我的身边一辈子。说，你也别笑我。刚才在里面呢、啊，很多人来跟我恭喜，越多人跟我说恭喜，我的心里就越舍不得，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
岁呀、啊，一个人赶紧跑来这里，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。梅啊，这么多年这种感情的个性都没变，你还不是一样。反正你别这么想，曼安和英杰结婚并不是离开你的身边，而是带了一个伴侣一起回去。以后我会让英杰常常带着曼安回你们家吃饭啊，放心，你的家人不会变少，只会越来越多。我们男人啊，大半辈子在外面拼搏，为的呢，就是要能回家，可以看到儿女成群，可以含饴养顺而已吧。现在孩子可以帮忙我们完成心愿了，我们都应该高兴的啊。你说的也是啊，能够看到儿女幸福圆满的结果，这辈子啊是真的没有遗憾了。是啊。紧张，放轻松。看，你今天真的很正很美，是最漂亮的新娘了。真的吗？哎，你是我妹，你看看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要身材有脸蛋，你今天真的很正啊。姐，你是不是有跟我说过同样的话？有吗？哎，不重要了，反正今天真的很正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新娘子要登场了。
色中漫步。有时晴朗，有时无常，一辈子的天空，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，换下步伐再不莽撞。晴朗，请你跟着我念誓言，在众位见证人面前，在众位见证人面前，我愿承诺，从今以后，无论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我将永远爱你，珍惜你，直到永远。曼恩，因为你愿意成为英杰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英杰，你是否愿意娶曼恩为妻？我愿意。现在请双方交换戒指。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，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，很专注，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，都是幸福，我愿无图，背着爱的包袱，走得义无反顾，管他谁笑我。牵挂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，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，人不都是边爱边学，求一个无悔，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